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年天成的文英，我是静慧。我们在高雄静思堂的静思淑萱，在新的一年祝大家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美满。新年行大运，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道好吃的年菜，叫做麻香扇来。怎么做呢？就是用简单的香菇呢，把它剪一剪之后，用地瓜粉把它拌匀之后呢，下去炸一炸，然后再简单的用调味料拌炒，然后呢撒下香气十足的芝麻。知道要怎么做吗？知道要怎么做？那就要看我们的，请大家一起看我们大爱会客室。不是，锁定我们的大爱会客室剧场，对。因缘天成，对，在大爱会客室你就知道会要怎么做了。不用讲大爱会客室啊。大家想知道怎么做吗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大爱剧场因缘天成。感恩大家。